大家好，我是老李。今天老李发现了一处洞穴，深不可测。但是呢，老李一个人也不敢进去这里边，特意请我哥们儿，让他过来帮我一起壮壮胆进去里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往里走一下，走。当心那个头啊，这里边挺深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穴，它是天然形成的这一种。你慢点，在前面。没事，能过去不？应该可以，感觉里面挺深的。这怎么走啊？这还得蹲着走。你要不进去看一下？行。你当心啊！你慢点儿。我去，当心点儿。这洞也太小了吧！它会不会是这种？你等等我，它会不会是这种？我就在想，像那种以前那种狼啊什么住的这种洞啊，这么小。你的衣服都脏了，还能走不能啊？能，里面还深。不行，我磕了我一下，这太小了吧？还得爬着往里走，哎，咱先出去吧，这不好，赶紧走，先走，快点，快点出来，快，快点出来，这什么洞啊？这里边，走，先出去。就在刚才。我们进去一半的时候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总感觉这个洞有点怪怪的，越进越小，越进越窄。大家有知道这是什么洞的吗？有知道的，你们在下方评论留言告诉老李。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